我不是让你背后给我开个叉吗？还有这个黑纱，你怎么选的？这黑纱你看起来不觉得很廉价吗？还有这个衣服，颜色这么的亮，太不低调了，不符合我的人设呀。还以为你能给我多少惊喜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 设计出让客户满意的礼服，是我的失误，还有10天的时间，我保证会让你满意。如果10天后我仍然不满意呢？我拿什么走红毯？10天你还不满意？我给你设计，走吧。润发，出来。干嘛？ 跟我出来，我没空。干嘛？就等着打脸吧。 喊出来是不是舒服点了？心情好些了？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。我也不是替你解围，我怕你们搞得太难堪。虽然你今天带我到这儿来兜风，但是我跟露娜之间的事情一码归一码，别想对我示好。 我带你出来没有想缓和你们的关系啊，我就是觉得你今天在那儿被欺负的有点可怜，带你出来安慰你一下。如果说。